我是吴景威，现在让我来示范一下怎么缠握把。如果说握把要重一点的话，可以缠多几圈，然后就顺着那个线条继续缠。 一般来说，可以缠到这个顶端这里，结束了就贴上去。这是我缠握把的方式，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缠握把，这样可能缠上的感觉会好一些。